Hello， 大家好，是暖音。今天给大家科普一下雷霆村会员的游戏福利领取流程啊。具体的今天在群里一问啊，十几个小伙伴都不知道，真的是太让人吃惊了。只需要把雷霆村的这个 APP 打开就可以了。雷霆村的游戏礼包权益它分为 V1 和 V6 啊。上周六就有人在喷说这个会员礼包很垃圾，只送一个这个称号嘛，1000银，之前都是还送机缘的。我问你为什么不把前面 V1 到 V5 给领了呀？他说他不知道啊，这些全都可以领的啊。结果一统计，很多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啊。我们看一下哪些奖励啊，有这个探宝令啊、磁浮令，还有机缘，还有这个流云御简，还有包括像这个上古御简都有啊。而且一点不费事，你直接点领取一下就 OK 了。而且这是每个月更新的哈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应该都到邮箱了，大家看一下啊，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到了啊，一大包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还是怎么说呢，并不费事情啊。好，我们再来说一下之前视频说过的啊，就是你把雷霆村这个 APP 点开啊，可以做哪些东西？首先是金币签到啊，可以获得金币，然后每日的福利啊。每周可以领120机缘，就点这个一念逍遥，点一下签到就行了。这里，还有游戏的登录，这里它可以抽奖，可以回馈金币啊，点这里抽奖就行了，每天都可以。然后金币它可以在这上面的一个叫做商城，游戏折扣商城，这个可以换机缘、工坊点和流云御简，很简单。正在配置中。他可能今天刚刚更新了，晚一点或者明天就可以领，就直接就可以领了。这些，东西还挺多的。我一般是把前三个礼包直接换掉，然后最后666的礼包量力而行，就是每周可能我这个，他以前是金币，现在换成这个叫做积分啦，其实都是一样的东西。怎么说呢？还是可以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还是可以增加一点自己的游戏性，而且2分钟就全部做完了，轻轻松松，一点都不费事情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做到这里，你学会了吗？我是暖音，我们下周见啊。